好久没给他们换水了，然后换一下水，这水质很差，看了一下，我还买了那个专门搞水质的那个药，那个倒进去以后就不用经常换水了，好浑。下雨下雨。以前最开始是怕我，现在看到我来了之后啊，跟着我转，我到这边他们都是这边来了，我到那边他们全部去那边去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拿了幸福大礼包，今天太冷了。我们这里就像过冬一样的，现在买了一个神器回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视频呢、有时候是那种噪音很大很大的那种音量，是吧？音质是那种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感觉到呢？比如说赶集的时候啊，人多的时候啊，在公路的那个边上啊，就很吵很吵，说话的声音听不见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冥思苦想，我就买了一个神器回来。哎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哦，这里。对对对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线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这个玩意儿，这啥？没搞懂，主要是这个。要提高一下音质，不然有时候说话呀，大家都听不见。就像我现在说话一样，上面下着雨，轰轰响，说话大家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我要扯着嗓门跟大家说。专门买了一对那个收音麦，就是说话的声音很清晰。像我这里，比如说去赶集啊，这个东西必备了，但是从来没用过。哇塞，这个东西可以，还挺高级的。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就是话筒，不会使用，我要先摸索一下这个东西，要试试它的效果怎么样。就这样子。哎，这个玩意儿它要怎么用啊？哦，这里有线。高科技，必须先摸索一下。
这个反应。这个反应。我现在说话的声音比较正常哈，我们先试一试，我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插的手机来试一下感觉效果哈。开机。嗯，不是这个开机。哦，开机。试试这个。喂，嗯，好像有效果。那插在手机上试一试哈。现在插好了，现在能不能听到说话呢？我来看一看哈。这个要试，好像还可以，声音还蛮清晰的感觉。哎。还不错，这个是干什么的呢？插这里吗？转换头。哦，嘿，老大，这个东西怎么样？没了。收音麦。我的球球儿。收音麦呀？啊。一个两个。两个来了，来。你把那个带起来看，那个试试看。我那个是说话声音清晰得很。来，那请你别在身上啊。那个，比如说那个的话，你夹起的噻。夹起那个，应该是在那个手机头去。哦。你看，我是那个那个是接收器，挂在手机头噻，插起的噻。哦，效果好不？效果好，开始我听到你。还可以噻。你不要搞个那么个挂起不好看嘛。东西不要好好看噻，这效果好噻，因为我们出去赶场啊，就是外头啊。赶场用哈可以，平时我不需要用。平时不需要用噻，赶场啊，就是外头去。嘈杂的时候，声音吵嘛。嗯。就是落大雨那个轰隆轰的响，你说话听不到。但是那个戴起开始都不用哎，马上效果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个可以。拍视频那种比较偏好，是要把那些东西做好啊。对。需要视频效果做好，不听起来舒服嘛？嗯。轰隆的全部是杂音，听起来不舒服。咋不说的么子？谁？我隔远点看，我隔远点就是试试看，看有我看有什么声音没得着？隔好远有声音噻。啊天哪！啊？哪个天哪？等会儿测试噻，等会儿把那个视频放回来测试啊，你晓得的。我走远点哈，看有声音没得哈。我边说边走哈，等会儿看有没得声音了，卡不卡哟？可能行不卡哟，老大。没有那个行的啊。啊？行的。公园有20，行了，20米这样，20多米。你那个叫是正常的，没收音麦，先试一下，哪个听到声音？看看什么效果？嘿，看看效果如何哈？嘿，我看看效果如何啊？这个效果可以哈，效果好，是。要得噻，嘿，你个。二天找到效果好，我也去买个。是可以啊，真的啊，因为我们平时那个赶场啊，公司不要那么大的，稍微小点点，夹在眼睛上方便点儿，懂的。我看那个是最小的哦，我找到那么多，那个是最小的一款的。嗯。它那个毛毛是搞么子起么作用的？它那个防风啊。哎。防风的。哎，搞那些东西，要不想把视频拍好，是要把家伙治好。砍柴那个磨刀不砍柴用的嘛？正确。为什么砍柴不刀子磨快点喽？刀子慢了你买砍弄啊，效率也好些嘛，是。效率好些。像我搞么子都是要买我都买好的，要么我都不买，因为你还是管好久噻，要用噻，是。你搞么子还是雷厉风行，搞那些东西搞得好。哎，好用的话，这儿吧，你可以配过了的。嗯。真的可以配过。有什么东西？应该是转换头嘛。转换头一个耳机，可以充电，好吗？是，多用途的，是。嗯。哎，那这个东西那么说起来的话，直播它也可以用嘛？嘿。
噻。上过的直播就好得很。嗯，那个看到我们要那个装置了噻。嗯，正确。晚上试下看。那个什么东西碰片儿？哦，那贴那个的膜哟，那个膜噻。哎，对你那么的话，晚上唱歌都还不用挂个耳机那个了。哎，哎，不是也要挂耳机？不用挂那个了，不用挂话筒了，耳机要。耳机搞个无线耳机，你才只要贴留那些才方便。哎，你个耳机挂起，扯远了就推不了，走到前头这个是什么东西，留不好留，是吧？哎，对。哈哈哈。嗯，那我过去了。要得，要得，我来研究。好东西。我是一直想制一个的东西，终于把它制起来了，效果还可以，不错，满意程度还是比较高。直播也可以用，拍视频可以用。那个是个啥子玩意儿呢？那个是搞么子的？没看懂呢，没看懂啊，没看懂哎。哦，这个相机上面可以用的这个线，相机上面可以用这个人吗呀？可以的，充电器、充电线，这个是充电线，就这样子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以后拍视频就不用怕街上的声音大了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带着它走遍全世界。